世者冠军自拍裸照曝光。The United States is Miss World 2010。上个月尾当选世者冠军的美国佳丽米尔斯，近日被网站踢爆曾经自拍裸照。18岁的米尔斯高 1.75 米，是一个高中毕业生，在世者赛中爆冷力压过8个佳丽，是历来首位美国世者冠军。赛后北京被指为报复挪威颁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，而向世者主办单位施压，令挪威小姐大热倒灶。现在米尔斯又爆出裸照丑闻，有名人爆料网站声称获得他在浴室自拍的裸照，是他今年夏天拍摄同声给男友，两个人分手后裸照在网上流传，未知事件会不会令他丧失后官。去年加州小姐冠军普雷让一样被揭曾经拍半裸照，最后因为履行不到合约被褫夺后官。